如果这次藏钱没被老婆发现，我会……这么快就用完了？老板，江湖救急，来包瓜子，救我老婆上上。你不认识字吗？小本经营，拒绝赊账。老板，你那个字好像写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老板你真帅。松手。老板真大方啊，谢谢老板。如果这次藏钱没被老婆发现，我会买一包好烟，然后拍个照片发到我的朋友圈。如果这次藏钱，老公我回来啦，你要我这边买的西瓜拿出来，我要吃西瓜。哦吼。